aja.是晚香玉跟茉莉的香水味呢，这款香水味真好闻到。本来说金柳姨妈妈是调香天才，所以的好鼻塞是天生的，这个苹果香味绝对不可能放袂记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啊，家凤，你跟魏小姐是不是捌见面过啊？我哪可能跟伊见面过啦？是啊，我跟伊先生是头一次见面。应该不是哦，你敢会记得啊？啊，你要出院迄天，我替你办好手术了后，伫个后花园找着你啊。迄当阵哦，你身躯边都有迄款晚香玉甲茉莉花的香水味，啊，而且我阁甲你看，你是不是约啥物漂亮妹妹伫个后花园偷偷见面？你甲我讲，只是一个路过查某囡仔咧问路尔。啊，因为迄香水味哦，甲魏小姐身躯顶的香水味是一模一样啊，所以我毋才想讲，敢会迄天问路的查某囡仔就是魏小姐。啊，这种代志你也有法度甲想做伙啊？金玉，别闹啊啦！晚香玉甲茉莉做的香水，妈妈是啊。家风啊！啊！你遐尼了解我，你嘛知影，我这好鼻塞的天分哦，是无可能摸唔到去的。这晚香玉跟茉莉，这个香味虽然是哦，足侪人有咧做啦，也毋过伊的精油萃取法那是有无同款，迄三星的气味哦，都细微的不同，别人闻袂出来，也毋过我是足清楚的。魏小姐身躯顶的这个晚香玉跟茉莉香的香水味哦，也是用上古早时代上盖会讲的紫烯原精法所萃取的，所以啊，伊会当甲化学溶剂的气味感觉上佳，甲一般所采用的溶剂萃取法是无同款的。所以我会当确定啊，即马魏小姐身躯顶的这个香水味哦，甲迄天伫后花园我闻到的是同款同款的。可能拄拄啊好，有人甲我用同款牌子的香水。啊，那真正有遮尼拄啊好，这款卡哈是发生伫你的身躯顶，那呢，我就感觉实在是有够有缘分的啦。这一定是天公伯安排的。哥，咱跟魏小姐真正是有缘的呢。之前因为阿嫂的关系，我嘛对你的身份起怀疑。迄个时阵，我将你笔记本收回去暖暖路找线索的时阵，竟然也拄到魏小姐。是啊、哦，是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去找迄间古厝哦，竟然是魏小姐阿嬷的呢。而且我搁伫迄间古厝的衫橱内底啊，看到甲你细汉画迄个哭泣小太阳的涂鸦一模一样的图案。哪有人会跟我一模一样的图？这你就要问魏小姐啊。啊，而且哦，我嘛因为看到同款的图片，我嘛捌怀疑过，你是不是也捌去过因阿嬷的厝？我阿嬷迄间旧厝吼，确实是有迄个哭泣小太阳啦。啊，不过我听讲。较早时阵哦，厝边头尾的囡仔拢会走来阮阿妈因家耍，我嘛唔知影是对一个囡仔手较真乌白话，应该是无啥物关联啦。啊，不过一般囡仔所谓太阳公公，应该拢是笑面的啊。只是讲哦，阮家风话是一个哭泣小太阳。啊，无家风，你归去即马当电话哦，魏小姐看，看卖你这个哭泣小太阳的涂鸦。到魏小姐阿嬷衫橱内底迄个，跟我身边无同款。
啊，我会记得你伫个签诗后壁，还佮有你笔记本顶面迄个哭泣小太阳，流目屎拢是对正泪流出来啊！啊，你乃即摆为即个倒泪的啦？我无注意遐尼多，啊，为倒泪为正泪，那有啥物差别啊？姐，啊，咱今仔找魏小姐来吃，唔是要帮你个阿姐签伊国外大专的代志，啊，伊提供咱叔叔安尼敢好？马健啊，你做恁讲恁系，我只是想讲，既然大家拢出来啊。您若是想要了解环境的包套内容吼，就需要一寡资料啦。啊，我即马先去联络我同事，看会当话都把这资料吼传进来这个餐厅。啊，我有完整的资料，安尼介绍吼较方便。您这里讲吼，我先去联络。奇怪，啊！今日你画这哭泣小太阳，我敢若完全感受袂到伊真正的悲伤呢。老公，看起来你细汉的时阵美术天分，甲大汉了都拢消失去啊！你已经画袂出来你细汉的时阵所画迄款精华。是啊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我细汉的时阵。爸妈笑咩咩，日子嘛拢过得真快乐，谁怎会画一个哭泣小太阳啊？啊，哥，你敢会是迄个伤可怜的故事绘本看伤济啊？啊，有可能哦。啊，趁菜拢未来，我先来洗手间一下。好，喂。你听我的，你绝对袂当让阮兄弟在你身躯边。你早晚会看破脚手，为着要让你的报仇计划当成功，不管用啥物办法，你得爱相骗阮兄弟，知无？你心思多啊，你啊，啊，你想看卖啊？我研究罗家公遐尼侪年呢，我哪有可能让你简单就让伊抓到我的空棒啊？你还对我较有信心呢 ？DNA 我用过啊，证明我是罗家公。罗振英嘛对我搁较有信任干嘛？我拢设计好啊，我准备要做一届，甲罗家彻底拆好倒。我想你过不了久了后，我得等达成我的计划。魏小姐讲要问餐厅传真机的代志，也毋过煞伫个柜台看无伊的人，这不嘛是啊，到今仔未回来。伊在想，伊两个敢会闭起来偷偷咧藏着啥物啊？应该是袂啦，咱阁试过厝看卖。哇，卖阁讲啊！有人在冤家呢，我顶头就是因两个，咱来看卖。我是咧烦恼你，你敢听无我的顾虑？你会当继续你的报仇计划？只要相关证据看唔到吼，你敢做袂到？伊是我的某，我是要相信啊！万一王雅杰甲其他的人怀疑，要安怎？你根本就是借口啦！是啥你帮我想要做尔？你莫阁起脚动手哦！我是要想什么借口啦？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对阮金玉有感情？所以你想看想胖想要踮伫伊身躯边？家峰，敢是你来的？亲爱的周经理，你考虑看卖啦，我自己嘛想看卖，看卖来解决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即马先等你办公室，等一下我靠你才继续讨论啦。
等一下再来。阿都，你甲魏小姐出来这么久，拢无回去，我甲阿嫂想讲是毋是出什么代志，才出来找人。我无看到伊啊，我都只系伫甲客户讲话啊。啊，恁是咧讲啥？啊，好甲你大细声，我伫外口拢有听着。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咱去互陈以后创空，损失几百亿的。所以我惊咱的就算金有问题啊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欠咱汇款的客户，欢迎今日当赶紧还钱啊。梁瑞安，你赶紧先传伊离开，我这边实在袂调啊。那你看我什么所在是我会当斗相共的？免啦，恁两个即马大姓大名呢，恁两个会当照顾家己身体，我就安心啊。行啦，等下包厢啦，恁两个嘛巴肚枵呢，行啦。我给万钧画的，那不，不然这届就惨了。哦，啊，哎呦，魏小姐，你手那受伤，拄只明明都无啊，你倒位受伤的？到时候请柜台送客房来。啊，免啦，啊，我拄只要啥物服务生，无说你弄着，我车顶有油啊，我等一下起来我买就好啊。家峰，你敢毋是拢有找客房？惊讲我若万一鞋仔穿穿的切破皮，啊，你今仔日有找无？钱够水啊！客户要创啊，直接交魏小姐就好啊。我是为你准备，不是为别人准备啊。哦，魏小姐，阮先生哦，一向拢足尊重女性的，伊嘛较含慢讲话，你莫见怪呢。袂啦，老总的就是疼某啊，够这么体贴哩。嗯。我毋过只要想着讲，你之前甚至阁怀疑顾是假，我着真正感觉有淡薄替顾抱不平呢。那你即摆讲这创啥啦？啊，代志毋是拢已经摸清楚啊？我也无怪靖宇啊，伊即摆有心呢，当然嘛会较敏感嘛。就是啊，这边哪会遐怪我啦？啊！上届志豪害进疗养院监视画面的时阵，看到迄电梯内底有另外一个家风呢。这世界上要哪有可能两个人生做一模一样嘛？所以我当然嘛是误会啊！啊！谢谢谢！海生啊，我是听到公司才会突出。啊，唔好安尼讲啦，顶多是我较歹势。应该是我讲的话伤过含嘛，所以唔只家己吓惊着。袂啦，啊，我是感觉讲监视器画面嘛不一定会当相信啊，毕竟迄画质遐尼歹，啊是爱眼镜画面较好啦吼。嗯，飞碟算什么东西呀？迄个客座是阮哥的人，嘛糟糕，唔知影人伫倒，唔知到底是虾米人做的。我的母亲，母亲的嫁卢家峰，伊目的到底是啥物啊？想我这要创啥？只要咱树头徛好栽，就免惊树尾做风台啊！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要帮助永兴渡过难关。